但其视频有位小伙伴说想看25的闪电与雷霆击碎黑暗，安排了啊，那个说好的三连，哎，咱也不是那种一定要三连的人，你们别给我整的满屏都是下次一定就行了，这场打的是真的快乐。大家如果有其他想看的打法，可以直接写在弹幕或评论区里啊。如果投币能过500，下期我们接着挑大家想看的打法来做。整活应该以快乐为主，如果可以，大家都想点有趣的配兵方法，别总挑难度大的，让可怜的 UP 猪们陷入内卷。我的发言到此结束。哇，这场开局我们都把4个防空劈掉了，结果雷龙没打2个东西就全死亡了，大本还是配挺超哥爆的，哎，打到这就是2个王和一只牛了，对面还有投石炮和地狱塔，无奖竞猜啊，这还能打三星吗？果不其然，我们的牛被对面地狱塔活活烧成肉干了，投石炮也一下就把我们女王刀打出来了，不过还好，开大刚好能带走投石炮和地狱塔2个主要建筑。这把估计是要么极限99，要么极限三星了。好家伙，永王直接吃了一发黑雷，女王也已经出了把名刀。现在别说被打一下，路上一个小炸弹都可以直接标准绝局了。对面的法师塔也剩空血，这可以，刚好攻击妹妹去成了一下关键的一发伤害，小炸弹也虽迟但到，可惜错过便是永远。